才刚结束，大马鬼才歌手黄明志22号晚间马上在台北举办演唱会，这是他暌违3年再度在台开唱。要唱很多劲歌了，那些劲歌有些是在 KTV 劲。那有些是在电台，那有些是电视，有些呢是某个国家进。这场演唱会主题就是劲歌，还酸某国劲歌文化。原来是因为他今年拍摄电影牵扯到种族宗教歧视，在马来西亚被人检举，他也在脸书透露回去可能要关很久。不过他演唱会召开还请来歌手打击，粉丝都嗨翻。演唱会上气氛超热，歌曲唱好唱满，千名粉丝也齐声合唱，为演唱会掀起高潮。三立新闻张昭轩台北报道。